表演的尺度真的是看角色，对，看剧本，看角色。但是我觉得我尺度更大的是我的年龄的尺度。我可以演年纪比我大蛮多的角色，我也可以演年纪比我小的角色。那谢谢导演们给我机会可以演尺度年龄尺度这么大的角色。对，我想有谁在做事业的决定的时候需要家里人跟家里人商量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你必须要接受。对，反正在这个年纪他是不能看一些电影的。对，所以我在想说工作上面的限制的话，家里人是一概不能插手的，这是我霸道的地方吧。如果你在工作上面还有家里人插手的话，我不赞同。我很尊重所有的演员，我尊重，这讲真的，我自己的尺度没有人可以管我，但我也尊重其他人自己做的决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对啊，在事业上我们都是不断的在做决定的。如果这两个角色走到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 OK 啊，真的 OK 啊，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有一种革命性的情感。这个真的是要谢谢我的老师们在我成长的这一段路上面不断的给我的指导。我想他们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很无私的去分享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经历，还有他们的专业。所以在做导师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受到我老师们的影响。我也蛮享受这个过程的。